由滨江乡拍头阵的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，今仔日早起伫滨江乡肉品市场边仔的花县猪乐园闹热展开。大家来遮，唔呐看花，兼看咱的农特产品啦吼。啊，伫遮我是自家肉品市场的地主啦吼。啊，伫遮欢迎吼，大家来看花，除了看花吼，啊，内底嘛入去台湾试试咧吼。花咧吼，是咱南投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吼，所以咱办这个花卉嘉年华的目的吼，就是要来鼓吹吼咱这个花卉的产业啦吼。这是我们大家社区。为了响应南投花卉嘉年华的花卉主题，民间乡公所也特别发动各社区以创意花车比赛方式来带动现场气氛。闹热活动加上今仔日早起天气晴朗，现场是吸引了真侪民众专工前来看花车到闹热。花车队用掌声欢迎他们。这种活动就是咱用一个较卡哇伊的物件来，啊，就搭配咱的大囡仔上来跳舞来做，咱的守护神安尼吼，啊，有一个装扮好，咱这社区安尼讲，舞剧那面讲完全一新的物件，会使讲啊，创造讲更加会较趣味的物件出来。为了提高我们社区的向心力吼，把这个我们传统的民俗技艺吼，结合在社区里面吼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虎坑社区的特色。就是讲，大家拢来参与，啊，大家拢用一个这个花车啦吼，小脚花仙子的比赛，啊，我感觉讲，以上少的经费吼，哎，当把这个效果发挥到极限啦，非常的不简单。除了闹热活动，县府也特别在边仔庙圃栽种了一大片的花园，美丽景致特别适合全家大小来行行看看嘞。民间乡长谭崇干也热情邀请民众，都应当前来赏花、看猪、兼佚佗。咱家目前花足多吼，花足多，拢正咧开，而且咱的花期阁足久吼，甚至延续到过年了。啊，希望讲所有的朋友啊，若有对遮过吼，尤其是伫咱肉品市场遮吼，啊路边阁有即个两只即个猪吼，就是讲乌猪加白猪吼，哇，这目前最夯的吼。不管是古锥的底下雕像，也是一大片的花园景观，伫滨江乡肉品市场边仔花县猪乐园，拢已经渐渐成为滨江。甚至是南投的地标景点，这是代表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来拍头阵。主办单位也欢迎民众会当趁着假日前往佚佗。记者金芬山采访报道。